房客给我说了以后，他说心情不好。我说怎么回事？我说你可能是为了那养老人吧。他说就是。我说你是这，你过两天你过来看一下，我给写个板报，你看就知道了。我写好以后让他看了一下，我问他，我说你看怎么样？他说好，现在就是我一个人承担就可以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对咱们邻里相处也肯定有一定的帮助。对对，就是好，就是写好。我刚才在这说他，我说你写的好，你看那这记者那这来的我来的都太多。找我要换，我就把这写的东西，我说行吧，我主要是写的就是，社会好的一面，这是一个，就是对于老人的赡养问题，啊，就是做人的问题，人要做人，要老老实实做人，啊，这就是我们都是老邻居，这做人要有个原则，就是老老做人，踏实办事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就现在人情味淡薄了，我感觉人情淡薄以后，我就是用我这最简单办法教育一部分人吧，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该怎样做人。